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去澳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参澳洲的国防外交首长来举办2+2的会谈，除了是来强调反对中国伫个东海甲南海的军事行动以外，伊嘛同意要共同来防卫印太地区，包括互相派联络官去到对方的联合参谋本部，加强军事的演习等等，双方也拢来强调大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日澳两国的国防外交首长之间之会谈，为2007年就已经开始。澳洲也是美国以外第一个甲日本定期举行之间之会谈的国家。17年来，除了情报交流、推动共同研发军事装备以外，今年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建立印太地区的共同合作力，来引领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扩张。特に東シナ海および南シナ海におきます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の試みに強く反対するとともに、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で一致をいたしました。八月底，日本传出中国军机入侵领空的事件。澳洲就这摆会谈的场合，佮表示坚定支持日方的立场。战略上，两国拍算建立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合作力。具体做法包含加强双方甲多边的联合军事演习，日澳也会互派军方联络官进驻对方的联合参谋本部。在联合演习方面，因为日本这几年来一直强调顽强的反击能力，地大人少的澳洲多适合日本进行长途飞弹试射演练。当时日本虽然在澳洲新型长水舰的标案当中失败，但未来澳洲长水舰建造过程，日本依然打算实际参加。公司新闻，徐嘉琴编译。